好多謝兩位嘉賓嘅。以下落嚟一首咧就係《梨花送枕》，咁就係講范梨花同埋薛丁山嘅一段係故事啦。咁啊，有請兩位咧就係尹碧華小姐同羅國蓮小姐，有請兩位。
想我妻心内未平静啊，我丁山罪状诉难清啊，一时难报情天诀，将军有誓成。
青牙袍。Yay! Aww.
及夫妻缘分啊，我心悔多。
心，哪个叫门啊？